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哈、哦，他说呢这个三角形啊，这是一个等腰三角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两个都是呢30度的，啊这个腰是等于10，那他要你求这个面积啊，那怎么办哈、哦？我就通过 A 点做垂线，那这样的话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啊，那30、60、90那个三角形，所以就是1:2啊。1:2比根号3，那这10，所以这是5啦，好高是5，所以那面积哈、哦、就是等于多少呢？那、啊、这底多少？一比根号3都是5根号3，那、啊、这个是5根号3，所以它的面积啊，我们要 A 代表好了，哦 area 面积，就底是10根号3，底乘高，高是5，啊除以2。5×5=25，25根号3，所以这一题哈、哦，答案是25根号3。